哎呦，这次俺们可以玩一弄了。MSL Mini Speed。长夜漫漫，无心睡眠。我以为只有我睡不着觉，原来姑娘你也睡不着。是啊，不知道帮主为什么睡不着。就是因为姑娘你。我。看了一眼窗外的黑，我还是不想睡。不知道你睡了没？此刻最没防备，告诉自己没理由搞得这么狼狈，也许决定不再低头，手背我一针都不浪费。离狂一下总是夜深人静，才安全把问题分清，偶尔情绪会显得不太稳定，索性敢一直与恐惧混病。总在等美后开始考这事情里还是焦虑，借了无数手还睡不着，赶自己爬起那笔写好戏呀。不能不能不能总是一拖再拖再说，事情爱多，每天过得浑浑噩噩，差点落落，差点懵逼到脉搏，他们用的啵啵啵啵的，依旧比不上我随便不要我的货。我就像是不听音乐的陀螺，字字如今不懂，我就不跟你啰嗦呀。我会开始养生，调整作息，上床早点关灯，又不会在我站在你角落下风雨无阻，始终等你的那个男生。害怕一变，画面都是你，变得不像我自己，一切都该做个了断。我想吃早饭，那就祝你强强似锦。兄弟，我吃饭。